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兔班尼。今天的游戏是庇护所。前世就是要逃离了一只大鸟，然后在过树洞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掉了下来，然后五只崽子都还活得好好的。然后，怎么了？刚发生奇怪的声音，然后场景就换到了黑夜。怎么了？My baby， 因为我看不太清楚哎。而且我会发光，现在注意到哦。这就是要不断的寻找安全的地方。不行吗？找到了，孩子们吃吧。要这样抓起来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毒哎、欸，没关系啊，一般我可以抓的应该都没有事。走吧，往这边吧，因为另外一边被石头挡住了。食物。我刚刚想为什么画面怪怪的，原来是我不小心拉远了。真是漂亮的场景。我怕我等一下会迷路哎、欸，应该不会吧？这地图其实还挺简单的。五只都还在，怎么只有四只？哎、欸，怎么少一只啊？哎、欸，真的怎么少一只啊？被咬走了吗？我去看看，说不定卡在路中间了。为什么放不能跑？哦，还是因为晚上跑了。小家哦，小家伙们，竟然不见了！放近看一下，我以为找到不见的那一只，奇怪，为什么少一只啦？没道理啊！奇怪，算了，回来这里捡来吃啊。还是刚那个网页有毒啊？我连少哪一只都不知道。被大自然淘汰掉了，算了，先走吧。我们只能抛弃你，我们只能抛弃那个手足了。我们继续往前，在这黑美丽的黑夜中，美丽又危险的黑夜中，继续往前走吧。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等一下应该就会跟上来了。然后，如果你们真的要淘汰掉一只，可不可以至少系统提醒我一下？就完了吗 ？OK。因为他们会长大吗？往这边吗？我这边是墙壁，那就是这边吗？我、哦、天哪！我现在注意到哎、欸，刚没仔细看，满天星，这个满天星空到一个极点了。怎么了？突然开始要跑了，有狼！哎、欸，我不懂啦。耗子来砸三次，哇操！还是我出现那个声音的时候，我就要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这几只小的吗？还是一定会被吃掉啊？我觉得那个就是有提示音效掠食者。走快点吧！这边，糟糕，小孩都被吃光了。
不知道这个什么动物的，它要多久才会长成成梯？还是往这边继续走吧，还是往这边？我已经开始乱走了，都有食物。对对对对对，哦，有食物，我觉得不是这边，这边只是给我拿点食物的而已。还是要小不拉几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一次玩完的时间应该不会很久。哦，很漂亮。哦，又有食物了，吃吧，小家伙们，吃下去啊！你们，可是我把你们养肥，就只为了拿去喂那个啊，只为了拿去喂豺狼啊！我上这边，等等，那玩意应该是狼吧？我有保护小孩的能力了。我刚不知道到底是往这边走，哎，我是不是在绕圈圈呢？海豚萤火球。等一下，感觉天空的画面变大了。让大摇大摆走在路中间。乖孩子，脚应该快到了。就哪里不太，刚刚他突然跑起来了。啊，快走吧，我剩下三只了。它是固定的点，应该是固定的点会出现吧，不是随机的。OK， 我们继续走吧。三只都在。往哪边呢？这边吗？不是，应该不是这一边，那边看起来像悬崖。快点，别摔下去了！你们几个，啊，萝卜，哦，快点，我们不能成为食物链里的牺牲者。应该是这边吧。音乐突然变得有点颠。满节奏感，哦，花海，要进来树，需要进来树丛里面比较安全。有萝卜，啊，他吃到了。通常这种怕有那个躲避战了，有鸟吗？没有啊。也不能跑，所以应该是没有吧。啊，先走再说吧。欸，突然变得好亮。哦哦，成功了，成功到下一个阶段了。天空在下红雨啊。
等等等等，快下暴雨了。怎么了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是突然下雨，转换场景了，不是要进入动画了。好，快点，我们继续前进吧。哦，那边有食物。天空下红雨啦。这个是他们有变大吗？啊，看看他的牙齿，真是太可爱了。好，我们走吧。那边有一点点。不要太靠近海，不要太靠近河水，会被冲走的。你们这几个小婊，小疯子。蛋白质哦，孩子们。哦啊，应该是安全的。炸弹，小老鼠，这样可以开始跑了。这个样子，我们音乐突然变这么沉重了。我看一下这个情况，应该不是往这边。往另外一边。哦，好危险！他往哪边走啊？对，我是想试试看。你看看有没有路可以过去？应该是这一边吧。不行，好硬哦！这质感超硬的。刚刚就是从这边走过来，不不不，应该是不会要进到水里面吧？还有食物，哇，好危险的感觉！胡萝卜，野生的胡萝卜，还是三只吗？啊，应该有别的地方可以绕。大海，我其实很害怕，是我要找方法都堆下去，但我觉得可能性也挺高的，来看看好了。觉得说不定是要我找方法到这里去，不是？还真的嘞。天哪，我都湿掉了！没想到三十多根，哦哦，我差点就被冲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还剩几只啊？哦，没有没有，他没有被冲走，我看见他被冲走了，被狼叼走两只，损伤，我们的已经损伤够大了。啊，吃了这个胡萝卜吧。为什么撞的树会穿过它们？又一个，不可以抓鱼吗？那些鲑鱼在逆流，那些黄色的鱼在逆流之上，它们应该不是鲑鱼。靠近一点就知道，可以抓鱼。不能抓。别靠近，继续往前走吧。
们兄弟姐妹的死亡，让你们可以得到更多的食物。快点，先抢先赢。会不会吃比较多的那只长比较肥？那食物没有一个。哦，是狐狸耶！我上次没有抓到，已经够难过了。可恶可恶，好两只，你追狐狸，孩子要快跟上，如果有黄鱼。可恶，那些该死的狐狸跑超快啊，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。肯定刚刚那个路还挺安全的。他没抓到任何一只狐狸过，实在太丢脸了。哦，我想再发什么白痴。好了好了，快过来吧。往哪边走呢？吃吧，对我来说什么都是萝卜。哦哦哦！好惨，好恐怖的叫声哦！哎，真的是这样子，太恐怖了吧这个路段。我根本顾不了后面有没有人被撑走了，因为我也救不了他们。逆流而上，现在就在逆流而上。快点，孩子们，我们要逆流而上了。我听到刚刚恐怖的惨叫声，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要失去几只啊！啊，我少一只了啊！我是那个糟糕的老妈。对，我们又失去一只啊！不是被冲走了。当我们还是要为活下来的人吃饭。好像快晚上。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植物的品种是不是变得不一样？猫鸟的叫声。刚刚是从这边过来的吗？不知道，我们还要再过一次河吗？找到了。哎哎，谁说你在河里面的？先过河吧。啊！进入过场了。要不今天就到这边吧，虽然我觉得应该快结束了，下次应该就可以结束这个游戏了吧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先到这个样子啦。哦，这样真可爱，谢谢各位的观赏。如果各位喜欢兔班尼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喜欢或者订阅，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表达你的意见，表达你的支持啊。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喽。